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很高兴来到直通春晚这个节目。春晚对我来说是一个庄严的舞台，是一个顶级的舞台，是很多人梦想的舞台。2018年，我希望再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，希望参加所有直通春晚的选手们加油努力，加油！听说节目组有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务是什么。表情五连拍，目瞪口呆，哎呦，开心的像一个200斤的胖子，暗中观察，心塞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抽奖环节，关注春晚官方微博账号，参与话题互动。我的春晚，我的年，写出你的新年愿望，就有机会获得我送的礼物哦。